果博士上来了。Hello， 你们好，我是奇异博士。Hello， 你们好，我是奇异博士。Hello， 你们好，我是奇异博士。你们想夺回流星雨，那你们就得用 F 四给你们的生气宝贝球收服 Pikachu， 我就会将流星雨还给你们。对啊，那臭小子我忍他很久了，他真的很顽皮，所以你们赶快去收服他吧。你们知道怎么用这颗生气宝贝球吗？来，我告诉你，生气宝贝球必须有两颗宝贝球同时进行决斗，赢的那一颗才能开启生气宝贝球的主要功能。刚好我这边有一颗，来吧，先来一场决斗吧。来，我们那边的躁动声吧，好不好？到底谁会获胜呢？冲破保鲜膜的这个比赛，两只神奇宝贝，雷声说的对上我们的季安。好，加油！耶，我们赢了。一再养你别想逃。你们要干嘛？我要叫喽。嘿嘿，你就算叫破喉咙也没有人会来救你的。快收发声，我们要找到流星雨。找到了，快把骰子拿出来继续游戏吧，我想回家吃铜锣烧了。Blue face hunters, YG, Snoop Dogg.